回来就好，真的啦，我袂甲你骗啦，无需要甲你骗啦，对啊，因为无人敢甲你保证物件，拢你是保证无问题啦。我你讲阿伦爸爸都这个在台中，这在台中，台中彰化。十倍啦，十倍啦，十倍啦。啊无啦，甲你讲你大细地你爱看，前来四仔，迄四期总头看，这甲三期总头看尔，你听有意思？你听有意思阿姨？你听有意思？我甲你算啦，两五个亿，两支一百，四地啦，六地啦，八地啦，十地啦，三百。五个亿啊！你讲我五个亿。你要搁相信我一届啊无啦？这非是大礼拜来，后礼拜来搁安尼都有种问题，规头你不免惊，你做你做你免烦恼啦，好不？会啊，伊要爱黑人啦。我安尼。讲到无烂咯，你安尼以往嘛是袂信任我，无法度啦，讲真诶。我袂啦，你袂讲要爱十个，这来年啊，买到车啦。先可以包一百。袂啦，收侪了啦。五百块，你第一块第一块就好啊。来来，买到车啦，三百啦。讲要一只五块，颜色是几条啊？一只五块哦，一只五块这料是面膜。好无啦，三百啦，毋是五百啦。黑林有人买来无？黑林啊有人买来三百，黑林三百块有人买来，这台黑林三百有人买来，无啊吼，无人买来吼，无人买来啊！阿姨你敢无？那个你买黑林无？这啊你敢无？写了，你敢买啊这啊？无啊吼，只只安尼啊。八十九的，安尼啦，啊无安尼啦，无安尼啦。免排的，反正我嘛唔知你咩走，我老白听，我老白听。就是你，我看你应该是无要创啊，我看你应该是无要创啊，懵断啦，懵断啦。听我懵我烂啦，蛮好啦，对。听我意思，鸟仔两家对排，用香的真正袂歹食，用香的真正好食，用真的嘛真正袂歹食，这真的袂歹食。因为我这两天食足济，哦，食到咁痛。我问一下，这真正袂歹食，我无需要甲你骗。落口一袋，这鸡腿包，这只鸡腿包，一袋落口烘到蒸到偌济，五十吧。吼，我少一个啊，这四袋后来就开两百啦。六袋后来我少一个两百块，人要来，我少较紧的啊。这八袋后来两百块就好啊。安尼啦，这九袋后来，这十袋后来啦，这对起两百块，人要来。鸡腿包，鸡腿包，你敢要食鸡腿？买只鸡，只鸡补鸡呢，食鸡才会起鸡呢。使你啊，你安尼袂起鸡。我问一下，这两地够我请啦，200块有人要来无啦？十二地200块啦，阿姨来啦，阿姨啦。阮阿姨啊对我真好，哎，你啊看，这恁同辈下两地四地啦，我少一个，六地啦，八地，这十地后来200块啦，我够有人要来，我够问一下。好了，等我一下，我一个一个来的。你别别上，你不要用这样赶的了，我心脏不好嘞，我心脏不好了。哎呦，所以你要对去个东。私募一度多少钱？哎呦，公对去关价有吗？没看到私募一度嘞，你听无？好笑。那也无搞啊，用骂我唔作衰。我原本的套词就是不行。你好凉啊，两地啦，四地啦。真的假的 ？Jacky。六地啦，八地啦，九地、十地后来啦。二万两包。思雨，你有办法马上到现场吗？两万两。九点半之前。两万两个鸡腿排，这今天未歹食，这今天未歹食。我十地呢，你看十二。十二啦，十二啦，十二地啦。阿姨，我跟你讲，阮照一个规矩，无搞拢会使来派出所备案，用小过的，我紧。好。好。搁问一下，两地啦，三地啦，四地、五地啦，这六地后来啦，我照一下。有些会这样七地后来，八地后来啦。故意。九地、这十地后来，200块就掉200块啦。然后十二地后来，200块，刚够有人买来牛二两鸡腿排，200块。高雄没有。牛二两个鸡腿排。可以，好 ，OK。哦，我这两天啊，食足济个去哦。200块，够有人要试食好吗？200块。OK，Jacky，OK。阿姨，敢要食？明天大叔是在。够有人要食鸡吧？200块。大夹200块有人要吗 ？Hello， 牛二两的鸡腿排，鸡肉，鸡腿啊，200，好。思雨，那我帮你留两包哦。这个好吃，
我再问一下，有来 J 是什么？嘉荣的他第四地了，好像哦。对，大脚，明天再大脚。六地了，八地了，我少一个，十地后来200了。你十一地了，十二地后去200块了，还有人要吃啊？无200啦，200块的鸡腿包，还有人要来。等一下，我叫他帮你喊。你们今日来的，心情啊，没有时间了。三只500，200块了。嗯，那是大。200块了，然后两只就买200块，刚够两百矮。大，你刚买两号两。我记得问一下。OK。两号两，你无矮，你刚买就两号两。回去开个会。两号两都吃呢，哎，这边真要烘，拢唔免用，拢唔免调味啊，直接单就得啊。你后头直接单就得啊啦。200块，够两百矮，我问一下，200块，无啊吼。大甲在第二公有市场的门口对面。葱抓饼，葱抓饼，你嘛卖到拢卖，你嘛无需要讲。蛤蟆，蛤蟆，好，蛤蟆好像卖完了。蛤蟆没，蛤蟆没了。哎呀！三杯八价。好呀，这三杯你买多少钱？这里是彰化二水哦，二水市场的对面。我卖你50伤贵哦。我卖你30块了。卖你35好无？等你吃好吃，你白仔来吃，好吃。你这存这两包俩，装多少饼啊？今天哦，存多少饼俩，无啊啦。节后做啥的？节后本来就比较省。擦擦安得啊，免。啊，柠檬茶。你从哪收啊？拢一把收，一把收几多啊？你买这？无啦，伊要存两包俩。这吃。哦，你唔是要买？一定要有囡仔吃吗？这在彰化二水农会的隔壁。好好好，唔食你哦，无来，敢那别人的后生，唔是阮后生，我免得分解。一包内底有十袋，你听我意思无？等于两卡一粒，做早顿，做宵夜，做暗顿，在你后边煮，你听我意思无？超市一袋哦，一袋卖9.50，一包十袋卖95。我问一下，105有人要来无？100块就好啦。剩两包，还过来欠货啊！张先生早。还剩两包尔，今天就无啊啦，100啦，包一包啦，人要来过。对啊，不过你冇得去。啊，我着买只。买只安尼。下日做食迄道菜。安尼3杯100块。买只这安尼3杯100块。剩两包尔。100块无哦，好无落啊，无落啊。多少了？安尼啦，啊无这啦，无就这啦，好无啦？食这啦。飞机条啦，傻傻的，啊，就袂无半条嘛。我问一下啦，一个超市卖80嘛，这要求大只飞机落去找你啦。哎呦，你要听讲话无啦？有啦。有哦，我讲啥？有死，你又来了。啊，搁来嘞？你又来乱了。啊，你好。你写做调皮的嘞。一个路口卖80嘛，我借钱这2块来，这3块来开你遐死，我借钱200块有人要来无？200块就对了啦。飞机条，大只飞机条，你坐嘞。我借钱是4块来，200块，这对200块有人买无？200块啦，大安尼啦，这5块你200啦，这6块你200块就对啦，200块啦。这飞机条敢够人要吃啊？哈，这要求好食，这炒拢袂嫩啦，袂嫩袂臭臊来挑伊食。封锁了。两啦，三啦，4包啦，这5块这6块拢我去啦，200啦，来迄边啊，这啊啦。等下找你嘿，爱找你配方。够人要来啦，飞机条这剩人差袂无足济啊啦，真的啦。你3块啦，4块我来啦，5块，4块5块啦，我少一下，这6块我去。没有，不是一块，不是一块。我200块，花枝条200块有人要吗？素芬者。你干咩花枝条？也不是。坏啊！我来结婚。我咧问一下飞机条啦，这无条有啦，这么多都贵啊，三啦，4啊。七对啊，很累。5块啦。一直讲话就很累了，还一直喊。飞机条200块，飞机条刚够人要吃啊。有坛子有年轻妈咪，还有花枝条200块，身材火辣的模特。哎，超市你去看，1块80吧，3块、4块、5块、6块去啊，无啊啦，200块刚够人要来。飞机条200块，飞机条200块刚够人要吃啊。飞机条。以为会喊不起了，结果还是人还是蛮多。你怎么听的厉害啦？你听意思无？啊，这给你封好啊，你都唔免惊啦。哎呀，200啦，我照一下，规堆拢去啊，200块啦，够人要来无？这个在彰化的二水农会对面，二水市场的对面，二水农会的隔壁。小胖子，买东西食好，莫小家庭的啦，我无袂恁甲贵先讲哦，这3块拢去，100块。大个小家庭，小家庭够有无？小家庭的。
天下，你到底做干啥？飞机派，飞机不喜欢吃。100块，存只3块尔，哎，存只3块，存只3块尔啦，100块，敢搁有人要来？飞机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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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暗是三无半条。臭不要，别笑啦，我讲不笑。炒三杯啊！炒三杯啊！什么意思？有听无啦？炒三杯就很好吃的，恁李水人袂骗李水人啦，对。最靠近北部的在哪个点？应该是潭子吧？潭子啊？为什么呢？潭子市场。你也看了？潭子火车站外面那个市场，坐火车就可以到了。坐到潭子站下去走大概5分钟、3分钟。哎呀，卖拢卖照他阿姨讲的，差三杯好食，恁女婿也袂歹骗，你放心。你有。我们台南没有。你差三杯哦。你差三杯哦。台南。你差五杯哦。从中部去太远了。酒席啊，够好食。酒席汤。啊，有好食无啦？讲重点。阿威啊，这边老笼包。不知道啦。啊，无食这啦，无食这好无？什么？你们是不是？无食这啦，好无啦？我这个袂食啦。长得正又高啊。像阿姨你哦。身材又好。拢去啦。拢去啦！不知道他会不会再出现？不，他再出现我就拍更清楚给大家看。靠背，这100块是咩来砍？可是他男朋友在他旁边呢，应该不会等。你100块无人砍啦！男朋友帅帅的。我们从彰化出发了。